我就去受着咱台湾的政治的龌龊。咱台湾有两个查某上出名，一个就是周玉蔻，一个就是。咱在座路德，在咱天后宫的面头前，这乡亲时代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健康，大家快乐。小弟自我介绍，来自咱这高山基层一个里长。大家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甲叫这个无爸无女，名不见经传的里长出来咧甲柯志恩演讲。今日在咱罗德天后宫，天辉流流的面头前，我就去受着咱台湾的政治的龌龊。咱台湾有两个查某上出名，一个就是周玉蔻，一个就是蔡英文。你甲看咱这蔡英文，想要咱隔壁隔家的邻家小孩生得安尼真温顺，伊将人甲讲一句歹听话，爱的周玉蔻嘴歹上厉害，一个吃饱做小泡沫乌白面，民进党拿钱给伊，迄、那个明明伊在外省的，伊拢见面的袂遐的国民党诶，因为即摆民进党咧执政，有足侪医生通我让伊去标。人生不过就是为着钱啦，蔡英文上好，因老爸较早蔡杰森是只国民党的咧，因为说国民党失五十几年前，伊就赚偌济钱，伊让李登辉甲教教，李登辉唔敢做，就是拢伊在做。从咱的国庆日一百十年，伊就讲七十三年，伊讲讲一句啥物话？要献予全世界上个美好的台湾，请问，我就袂当甲问，无啊，啊蔡英文啊，你靠无要予咱台湾2300万只个落苦的基层的百姓，有一个清气的政治，有一个法治的严明，有一个社会公伦理道德的台湾社会安怎做？搁甲十个介绍。都没实在，我无当无派，我李国山做里长79年有机会，我转一摆，我做到今年，我宣布退休。我这个身体，透早拢爬山顶、黄昏行桥顶、暗时啊，搁困眠床顶。大家开讲，你敢唔算啦？我讲见好就收，这个政治啊，是咧服务人民。伊的生日，参咱千岁娘娘，农历3月23来出世。伊是一位参马祖同日生日，伊要学习到马祖的精神，来服务大家啦。我甲大家报告，民进党这是选举起家呢，我要让恁大家今仔日来上一下课咧。社会政治爱讲是非。1949年，蒋介石爸仔来到台湾，39年的时间，蒋介石64年过生日，蒋经国到77年，两个爸仔39年。今仔日有这个台湾的经济，就是蒋经国一念尊严呐。有迄个对台湾的痛心，因老爸64年死了，所有的军政党全拢伊个手里，伊无变本加厉，伊找起咱台湾人李登辉、蒋中正、林荣荡，要台湾落实。伊知影国家无经济无一切，国家若无经济，你我拢烧钱，家庭就乱切切。冰山的家庭必须爱，所以这民进党的关键是哪个嘞？我甲大家报告，有够好。39年，蒋家爸仔仔老人台湾，国民党，你台湾的功劳嘛，可劳真济啊！民进党1986年，民国75年到今拄啊好三十来。
啊，蔡英文2036年做哪三年？有人讲伊武则天，我讲伊唔是武则天，伊是慈禧太后。武则天是伫光朝270几年的历史，所谓皇帝最上好是唐太宗。唐太宗的升官之处，听魏征遐忠臣的建言，当时伊咧划这个光朝，会使讲太平盛世，政治非常坚强，经济有够好。在州，看看咱中国几千年第一个查某的皇帝，但是人伊政治化了真正有够好。伊虽然是小看有较淡薄违反着传统伦理做这尔，但是伊的政治就是当朝20几个皇帝里头，比唐太宗较歹小看俩。蔡英文，你家想，让伊立法院过半尔？中分也会过，查甫会娶查甫，查某会娶查某，这中华伦理传统就是拢都无去啦。看一个婆，吃一个茶哩啦。Thank you.